謝偉俊議員。多謝代理主席。在上一次的不信任動議辯論，我曾經提出過，我們其實要針對的議題是三個層次，最低層次是講緊僭建問題，再高級是講緊呢個所謂誠信問題，再高級是講緊有沒有謀朝奪位的問題。如果問錯問題，恐怕我們要得到錯的答案。同樣道理，今次其實我們所講的事項，有關梁振英先生的僭建問題的事項，有沒有誠信問題的事項，有沒有謀朝奪位事項的問題，真正的判斷已經有了，主席。雖然本會上一個星期我們的真正正式的荒謬的投票取向就只是34-27是被否決了，但你如果問我一個所謂 informal 的非正式的投票取向，其實看回本會的紀錄，有五位自由黨的同事們是棄權，加上已經32-34，再睇埋咧，事實上咧，好關我哋政黨，無論民建聯有工聯會也好，又或者啲獨立議員又好咧，包括剛才廖長江議員咧發言裏面都講咗，其實個答案已經好清楚。喺誠信問題上咧，差唔多就絕大部分嘅同事們咧都覺得梁先生咧係觸犯咗誠信嘅問題，不清不楚嘅問題。所以我哋睇嘢就唔係淨係睇嗰個票數，而究竟睇翻成件事，包括埋議會內、議會外對呢件事點睇？已經有很清楚的答案，就是說我們對這位梁先生是有一個問號在這裡。就算看回民主黨本身他們所委任的調查回來的結果，都是說有六成的市民是覺得是有隱瞞，即意思是有誠信問題，只不過在那個不信任動議上有四成人就贊成，其他就不贊成。剛才梁家的議員就說，他說喂，好像似乎分開了一半一半，其實他是搞錯了個問題。一個就是可以講，如果在法律上，一個就是那個 liability 的問題，即是個有沒有責任上的問題。第二個只不過是個 sentence， 是個判決的問題，怎樣處理的問題。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有沒有 liability 的問題上，有沒有責任，有沒有誠信問題上，基本上已經有個答案。只不過在判刑的時候，本會是有分裂的，社會有分裂的，怎樣去處理這個誠信問題呢？怎樣去處理大局問題呢？剛才林大輝議員說大局為重，這個也是很多人講的說話，包括有說不如就給黃牌，包括有緩刑，包括我自己幾個例子是死緩，都是這些例子來的。但是真真正正呢，我們現在看的問題呢，就是說究竟今日既然已經有這麼清楚的判斷，在這個誠信甚或在這個有沒有謀朝奪位問題上已經有這麼清楚的判決，我們仍然需要再花大量的精神時間呢，再回轉頭呢 backtrack 回去呢，考慮回有沒有僭建問題的 details 啊，那些問這些 gritty 那些很瑣碎的東西，有沒有考慮回個誠信問題，有沒有真的誠信啊，講什麼大話，好像何秀蘭議員講，講幾多個大話呢，幾大的大話呢，這些好像似乎我們都在這裡 backtrack 緊的，即係我哋有答案，我哋又唔信呢個答案，又要翻轉頭再做過曬所有嘢。咁呢個正正就我係反對呢個 PNP 權利立權法所引用嘅原因。唔需要多講咧，大家都知道咧 ，PNP 係需要喺重大嘅關公眾利益嘅問題上，甚或或者同時係有政府官員係嚴重過失上先用。咁喺政府官員上咧，恐怕目前嚟講，我哋冇一個所謂 prima facie evidence， 冇一個初步嘅證據顯示到有關任何部門咧係受到任何嘅打壓又好，或者有包攬又好，任何嘅縱容都好嘅。咁呢個我覺得係現階段係未去到嗰個所謂嘅位置，可以令到我哋可以禁制。主席，我剛才所講另外一個原因，點解話唔需要再查？除咗判決之外咧，就係話無論你再問多梁振英先生100次、1000次，就算你問佢，你老豆是不是姓梁的 梁先生，他都會說這件事情上呢，我們處理上有疏忽的，都給一同一個答案給你的，已經去了一個錄音機的了。其實我想下次來議會呢，帶錄音機的不應該是黃毓民議員，應該是梁先生先生，因為基本上他都說同一件事，甚至可能我們應該帶個測謊機更加恰當一點。但總體來說呢，我們是不應該也不值得再花大量精神時間金錢加上本會的精神呢，放下去處理這個已經有的答案的問題上。有些同事說喂，你不可以做差不多先生喎，但事實上我們現在這個不是一個法律上的一個判斷，法律上的判斷呢，沒錯，我們的而且確要很準誠，無論判罪、無論舉證標準、無論舉證的所有一切
都需要很清楚，但是今次是一個政治的審判，政治的審判是講 perception， 講觀感，觀感大家都很清楚，有答案在這裡。如果要真的說要用政體法律上的每一條控罪有沒有犯觸犯了謀朝奪位啊，我相信何俊仁議員已經盡了力呢做了這一方面，我們恐怕這個階段不應該花費本會大量的精神時間呢，是再重新做過一次這個所謂呈請的法律的程序。所以有些同事說，喂，我們都可以PMP 有目的啊，我們除了說要即是警戒當事人之外，都可以有吸取教訓啦、啊。而事實上今次有沒有什麼任何可以吸取教訓的地方呢？我相信答案是沒有的，因為基本上一講是一個選舉之前一些僭建的指控，又或者處理事件上個人梁先生個人本身有沒有什麼問題出現了，這個對於我們整體的社會來講呢，我相信不會有這麼大的利益足以令到我們要支持這個這樣的 PMP。主席，剛才陳志前議員說，喂，我們要給一個公道，傳媒做了這麼多工作，他們已經將我們很多的證據圖文並茂具細無遺地表達展示公佈，市民都有個看法的了。他答得非常好的，其實他已經講曬個問題的癥結所在，因為真真正正今時今日香港社會的高度發達的社會，傳媒這麼發達的社會呢，真正的調查不限於嚴肅地正經地一定要經過法庭又好，經過我們本會又好的調查，有些問題上特別政治議題上呢，我相信呢傳媒已經做了他應該做的責任，可以說是圖文並茂具細無遺地將有關的事項、有關的任何的僭建的內容、有關的證據呢，或多或少呢都應該表達得非常之清楚，所以市民才有感覺再查下去呢，恐怕市民現在茶餘飯後已經是沒有了這種感的精神，沒有了這種興趣，逐樣看每一樣的花架有沒有幾時起的、幾多尺啊、這個玻璃牆是幾時起的、幾時做啊、幾時有隱瞞啊、又或者這個地洞幾時乜幾時物啊。我相信絕大絕大部分的市民，包括我想本會的絕大部分同事們呢，都已經覺得這件事呢是時候呢要畫個句號。正如我剛才所說呢，我們已經有個整體上的判斷，在那個不信任動議上呢，大家都很清楚表了態，對於梁先生的誠信，對於成件事的定性或多或少表態，同樣地對於怎樣處理的大局、怎樣處理向前行的問題，應該紅牌還是黃牌，也都清楚地表態。你信他的，正如剛才有一位同事所說，應該是陳志全議員，你或者梁家健都說你信的，你信，你不信的就不信的。似乎現在大家很清楚，我們上個星期的不信任動議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表態的機會。主席，我經常強調我們處理不同的事項要用不同的工具，簡單的例子，我們如果要揼一口釘，我們會用一個錘子去揼，上一個螺絲我們會用螺絲批它上，雖然夾硬來都可以的，不過效果非常之差，就是如果你上螺絲用錘去揼，你用揼釘，你用螺絲批去剝的話，這個就是事倍功半的作用。同樣道理，我們處理這個問題上，我覺得我們最恰當的程序就是不信任動議，這個已經是最後最終局的一個程序，去處理這一類的問題，這一類的涉及不誠信的問題，我們是沒有需要，更加不應該是花費大量精神時間物力去處理回整件事的細節，這個剛才我都講了。同樣道理呢，有些同事現在在講話要做一個所謂 impeachment， 一個彈劾特首的方案，到目前為止我都是有，當然是保留一個開放的看法，但是我都覺得這件事上呢也都不容易呢用這個另外的工具，這個 impeachment 呢去處理梁先生這個問題，因為同樣道理牽涉到是不對的工具去處理不對的工作，因為恐怕所牽涉的事項跟梁先生是上任之後作為特首之後有沒有任何嚴重刑事或者瀆職行為呢，恐怕是拉不上關係，他個人自己的誠信，他處理誠信的過程，這個是他自己的事，那恐怕呢真真正正可以做恰當做的過程，只不過是一個正如梁振英先生都處理過的經過何俊仁議員提出的一個在呈請上選舉呈請上的過程。主席，有剛才我都不得不提一提，一有少時間剩讓我提一提呢，就廖長江議員呢提及到關於嗰、那個西九調查委員會嗰樣嘢，我必須申報你，我都係委員之一當時。
而個批評呢就是說我們只是用了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做出的結論呢，就連Norman Foster 那麼嚴重的事都不調查，反而就是就梁振英先生那事要調查呢，個結果對當事人不公平。我必須補充一點提出，就是說兩個月時間，由於當時本會是已經接近任期滿的時候，而對於 Norman Foster 那件事呢，根本就不是當時那個委員會的 Terms of Reference 一個調查那個職責範圍裏面的事，所以恐怕呢本會都不恰當地呢是作出任何的結果。主席，總體來說呢，在這件事件上呢，我們如果問得清楚個問題在哪裡，將個 issue 將個事項定性得啱，而將我哋個判斷已經作咗，好似剛才所講咧，係一個清楚嘅道德上嘅判斷嘅話咧，恐怕咧我哋係唔應該唔適合咧係 backtrack 翻倒退翻去用翻 PMP 做嘢。凡事咧，我哋恐怕咧，由於牽涉到用公帑咧，必須係要用得其所，係物有所值嘅，係 value for money 衡工量值嘅。咁包括本會嘅 PMP 咧，都應該係要針對翻有關嘅事項是否值得、有價值嘅，先至去咁做。正如今次咧，我剛才都用個例子咧，英文現有句咧就係、所謂 flogging the dead horse， horse is dead， 即係喺呢件事件上咧，只馬就已經死咗噶啦。或者廣東話另一句比較傳神的講法就是話，不應該咧係向只死豬淋熱水，因為是冇必要冇反應嘅。咁今次咧，如果在誠信問題上咧，我咧作為本會的同事一份子，亦都係有站反映翻出面嘅市民嘅睇法，加埋我自己嘅判斷咧，我喺呢件事上咧，亦都已經投咗一票咧，係贊成咗嗰個不信任動議。呢個喺個政治誠信上咧，我係作咗一個判斷。在那個sentence 度，喺嗰個點樣處理上咧，我亦都曾經提出過一個務實啲嘅可考慮嘅方案咧，就係話可唔可以咧係梁先生係考慮整體大局情況之下，有序地鋪排安排一個撤退咧，一兩年之後咧係落任咧，咁呢個係其中嘅諗法。甚或咧，如果再講多少少時間咧，就係、喺個第一年第一次嘅任期滿之後咧，不再尋求連任咧，咁呢啲都係一個。可以話係你用死換又得，你用換刑又得，都係處理個大嘅方向嘅方法。咁呢方面當然咧，梁先生作為一個咁有經驗嘅政治人咧，亦都加埋佢身邊咁多人可以俾意見佢啦。亦都當然都有啲可能未必係佢自己控制範圍以內嘅一啲意見啦，佢都應該可以吸取到，就係話究竟佢應該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喺一般我哋所認識嘅民主嘅政制裏面咧。一個如果有個任何有個 vote of no confidence 不信任動議咧，如果獲通過咧，當然有一定嘅後果，就係話當事人即使係未有一個法律上必然性嘅約束性嘅後果咧，但係有關人士咧，獲得呢個咁嘅不信任動議之後咧，都應該知所進退。咁同樣道理咧，香港暫時我哋未有一個好清楚嘅制度，喺建制上亦都冇呢個所謂不信任動議一個機制。但是如果梁先生他是真的洞察到世情的話，也都本着香港的整體利益的大局為重的話，我相信他知道有這個這樣的不 informal 非正式的不信任動議，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是什麼結果之下，他是應該作出適當地聰明地的安排。相反，如果梁先生還是堅持在一些經常用翻啲語言藝術啦，又或者用翻重複答案啦，又或者咧仍然都係咁剛愎自用，仍然都係覺得自己係啱曬嘅話咧，恐怕佢呢個亦都會係一個好好嘅教訓咧。因為今次呢個死緩咧，就隨時會真係變成係真正死刑嘅。多謝主席。